是非常超龄的表演。对呀、啊，哇，哎，难度也很高哎，歌词好复杂，怎么会挑这首歌？因为就是阿伯推荐我唱的。阿伯啊，因为阿伯是我的头号粉丝，然后也刚好很喜欢江蕙，然后他就说要唱歌怎么不能没有唱江蕙的歌，然后就推荐我唱过《爱丽》。嗯，可是这首歌歌词这么复杂哎，但为了完成阿伯就是听我唱过《爱丽》的心愿。然后所以就唱给阿北听。嗯，好棒。他刚刚下去拜会了柳红林。他说你今天一定要过关才可以救全部，是不是？对，他又说好像不太可能你会过关。有吗？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？因为民视总经理那个人等一下，这关我们民视总经理什么事情啊？因为每过二十关也是有总经理拿支票过来。那个不可以这样。支票是制作单位开的，总经理只是拿来给人家。啊，为什么？而且不一定是总经理颁奖啊，像第一次就副总啊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搞不好这一次是瓜哥颁奖也不一定啊。而且你看支票已经在那里了。对啊，都写好啦，就是要看他会不会过关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你鬼灵精怪，不好好努力练唱歌，在想这个干嘛？出头加追呢。柳红林怎么跟你讲？他就说支票已经在那里了。对啊。然后他妈妈说，如果卡关的话，要揍死他。我看你是揍死他吧。他的反应跟逻辑真的太快了。我就跟你讲，他不用当歌手了，去当主持人就好了。对，来，丁小文老师，请。嘉瑜今天的表演呢，说老实话，我觉得很专业，不仅是在律动感方面，还有音准，还有整个的呼吸点，好，完全是正确的。哇，我觉得你唱歌完全是大人的级数啊。好，在这边有点欺负我们这个啊，子瑜妹妹啊，好欺负雨静妹妹啊，好像有一点哈，但是呢，还是有进步的空间。怎么样呢？像这个歌其实有点甜甜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它的节奏也比较快，但是我觉得可能毕竟是比赛，你唱起来还是有一点点，严肃。它应该要在更甜的语气，或是有一点点塞奶。你知道塞奶吗？知道。会吗？会。跟爸爸妈妈塞奶的感觉，那可不可以试试看？我们唱一小段。边休息的滋味，有人讲错人像烟水，无论是山顶海边身边若无伊，拢总咸一味。若有伊在身边，情话可比是咸酸甜。这恋的人啊，讲来讲去讲几暝。我来听分开。好，奶的味道还不够，要加重一点语气。在唱歌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的表情要多加一两分，因为从你嘴巴唱出来到我们耳朵这边中间会有点距离，它有时候呢会有一点点掉，哦，情绪会慢慢掉，所以要加多一点。譬如说白相思的滋味，这个才叫塞奶。好，老师唱有点恶心，因为我不是你的这个 style， 但是你的 style 这样唱起来会很 Q， 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今天嘉瑜表现相当不错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接下来看我们嘉瑜这首歌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今天再度挑战高难度歌曲，分数来到87、88、89、90、91，小数点继续跑，恭喜得到91.6分。谢老师，今天子瑜虽然89.4，我今天还有机会，要寄望柳红林哥哥了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是柳红林要加油哦！自己 Q， 好，谢谢三位，谢谢谢谢。